看起来有点走到踢破一瓶哦。不是，他走到还原身哎，而且我经过18、20、15，就找不到17，就是找不到17，找不到哎，因为你在对面吧。对，我在那边一直走来走去，走了半天，然后就看到很多男生这样，在这座城市迷失了你。真的哎，我还原身哎，刚刚我以为我到百慕达三角。我猜你会第一个到。你怎么来的？我从捷运站走过来，真的很远哎，从那个捷运走过来，从100号很远，超远的。那如果你搭计程车到17就下来了。答对了。是不是要走到要往生了？对，有点走到生气。坐计程车来的。你都啊，不是有 Y17吗？没有啊，你们给的地址是这个上面吗？我们是给 Y17。后面有夸号 Y17，可是我不知道 Y17在哪里，因为我平常没有做节日的。我是给那个地址啊，然后就载我到台北车站，然后我一出来说 Y6，走到 Y17，这样子我惊个 Y 起耶，真正。走到 Y 掉，真的走到 Y 掉。那你今天觉得你手气怎样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很难哎。你平啊，你那个上那个什么博弈节目，应该有练就一身手气了吧？对，手气都练的。对，有时候就是有点意志好吗？我有时候也是要掺杂一些运气在里面。我觉得后面很难，那个考题我觉得我应该是都不行。没关系，这一题我们这一关是运气，纯碰运气。我知道啊，那后面不是还有那个考题？就是一些微小的知识啊，很浅薄的，你们应该都懂，真的，真的。因为上次那个叮咚太简单了。可是那个角色我不会，我只会哈姆太郎，然后樱桃小丸。哦，都在出题范围里面哦，都在出题范围里面哦。够了够了，我们不能再跟你，我们不能再跟你透露，因为你讲的差不多了。对，你讲的好像我都觉得你害进我的电脑看我题目了。那如果是鬼面之刃，我只知道汉字啊，其他我都不知道。哎，等一下，第三位到。好难找这里，是迷宫吧？这是看起来有点走到踢破一瓶哦。不是，他走到还原身哎，而且我经过18、20、15就找不到17，就是找不到17，找不到哎，因为你在对面吧。对，我在那边一直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走了半天，然后就看很多男生这样。在这座城市迷失了你。真的哎，我还原身哎，刚刚我以为我到了百慕达三角洲。哎，你今天给自己的运势打几分？我们这关是来玩运气的。Oh my god！ 一早就这样的话，应该零分吧。你刚刚怎样迷路，对不对？刚刚在第一区，我绕了一个大的台北。你看起来也很热。我绕了10几分钟哎。台北车站很热，我劝大家不要来。你说我下次要怎样？劝大家不要走地下，地下很恐怖。那为什么有给你 Y17的这个数字？我就想说啊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看 M， 然后我想说我就找那个 Y 在哪，然后都没有 Y 哦，只有 K 跟 Z。我觉得要走平面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连在一起，他们有连在一起吗？应该是有连在一起，只是走平面会比较凉而已。哦，我还是很热。你可以把外套脱掉。好热哦。有没有一早来到这个青春的地方，重拾了一些年轻的岁月？那我以前的变装癖了。哎，你以前有什么变装癖？请问，哎，你好像讲说来这道，对啊，那我以前你讲了好像来这边的人都有变装癖一样，没有哎，尊重哦，好想逛，好久没有接，我在说笑有吗？今天现在最有可能答对题目的人。不可能，因为我超久没看卡通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也是出超久之前的卡通。我们出了题目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结局。”对对，我们是以你想说以你为基准，有在看，至少有一个人可以答对。对，我小时候卡通都是《魔神英雄传》啊。哎、欸，《魔神英雄传》也不错啊。孙达路那个，你觉得你今天手气如何？我没事、欸，有什么东西让我摸一摸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喂，好爽哦，这里。对啊，我要买游戏片，我今天要买 Just Dance。没有，我们等一下录完就走。还有 PS5 的游戏，没有，我等一下就顺便路过，我就要买啦。啊，你要帮我们买一点东西吗？结账啦。你现在最近赚那么多，要帮买一些送工作人员吗？没有啊，我可以开放让你
们来我家玩。不需要，一人一台 Switch。我要在你家打卡，要。要不要？一人一台 Switch。要。要。现在是汤姆熊，但要收入场费500块。啊？500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